拿小孩的护照呢，是要先拿那个出生证明书，以后才可以拿小孩的护照。那出生证明书呢，要做3周左右。那出生证明书是没有加快的一个程序的，所以你要等他3周以后拿好，就是州政府做好以后呢，你就可以拿。然后你可以拿那个出生证明书到那个就政府里面去拿护照。护照呢就加快的，所以就可以做4天，所以加起来大概是3到4周就可以拿到护照，带小孩回国。然后我们公司也有会帮助你去拿那个护照的一个服务，那样子这个礼宾服务我们是可以提供的。